哼，不会再孤单了，我一直都在这里哦。只是好奇你在心里讲什么故事，能说给我听听吗？嗯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想与你结合心灵？你也可以连接大家吗？如果大家就是我，那刚刚与你说话的人会不会也是我呢？最后那位不完美的公主拯救了她最爱的烟火气。喜欢这个故事吗？瑟姐姐认为你是很特别的客人。哦，好像又把她的心事说出来了。有段时间，冬姐姐经常来找我看书，因为我告诉她书里有很多宝藏，这里记述了很多你的故事。但比起看书，我更想听你讲给我，好吗？有我在，你不会走入黑暗的原野。我们拥有彼此，直到永恒。别害怕，到我这里来吧。我了解你最表层的情绪，也理解你全部的想法哦。这里有很多爱呢。与他们依次结合会困扰吗？啊，也许通过你就能。结合之术，图书馆的主人。可我更想被称为公主，可以吗？嗯，为什么你会知道我想与你结合心灵？你也可以连接大家吗？雀姐罩你，不怕。冬雀姐姐小心。抱歉小兰，搭把手。没关系，冬姐姐，我来吧。星际环启动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小色拉，别离我太远。雀姐姐说需要帮助，请遵命。是时候团队作战，我会保护大家。决定了，就是你。我会保护大家。